柠檬仙子，我这次叫300只啊，绝对够卖啊！啊，再不够卖我也没办法了啦。啊，一缸150，我两缸加起来300，再不够卖我也没办法了。再不够卖的话，我去请他爸吃饭好了，看他要不要多卖我一点。这个我最近要做特价，所以卖蛮快的。啊，我看过你有没有机会，有的话再跟他抓1000或2000只啊。反正要特价，大家一起来，哦。